咱俩认识时间虽然不长，但是咱们经历的事儿比一般夫妻这一辈子经历的都多。在我心里，你就是我女人。愿意为我来上海，愿意为我改变，我都看在眼里。这些是你给我的。旺子喜欢悠然见南山的慢生活，一壶茶，一本书，逗得他的淘气儿，他就知足了。可是你是编剧，是造梦的，是活在剧本里的。一喊开机，所有假的都变成真的了。他的世界里边，假的永远是假的。啊！你俩压根儿就不是一个世界里的。我们俩的感情就好比这杯水，我和王叔旺为了把这杯水填满，一直在努力。所以我希望你们能看到这杯子里的水，而不是空气。我是不同意你和露露结婚的。妈，就不能给我们一次机会吗？结婚这么大事儿都不告诉我们一声，你们想干什么呀？我们一路走来不容易，我想找到他，我不想放弃。你为什么要赶走露露？我不喜欢他。自从你离开我和我爸以后，那里的一切就跟你没关系了。住在你楼上的那个租户，他就是个骗子。我相信王先生的人品。他跟我女儿认识七天就要结婚，太不负责任了。我认识七天就要结婚了，那简直太负责任了。先上车，再补票。托你的福，我最爱的工作没了，我不能让我最爱的人也没了。婚姻就是你走出房间，走进厨房的那一刻，把节奏放慢，让鸡毛飞得慢一点。露露，你要的生活我都会给你，我会奋斗给你看的。啊！我们之间是有默契的，你要是走了，我会很失望的。你再叫我就把你淹了。我一直以为当一个编剧的工作是写剧本，我现在才知道你还得跟他出去约会去，现在已经到接吻的地步。你可以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，但是我不行。我有我的判断，你为什么不相信我？我相信你，可是我不相信他。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俩的未来。你给我回来。准备结婚呢？不光是选择一个人，而是两个人共同选择一条能够共同度过的人生之路。但是我的人生需要我自己来过。他明明知道我跟露露好，他为什么要对我下手啊？我第一次看到王叔旺的时候就被他的痴情所打动。我生来没有你幸运，不如你幼稚，但是你拥有的男人我照样可以拥有。你再跟马思思纠缠不清，我们俩就分。好，你的生活充满了戏剧性，每天都是分了合，合了分，就像演戏一样。可我要的生活不是演戏。听说你饿啦？我不要，好怕怕。露露，你愿意嫁给我？你属狗的，咬我干什么？哎呀，他不吃这个，他喝奶的，不是吃的啊！你给我擦，别掉了啊，别掉了！这样是不是玩家？早晚一定会杀你一口。你和王叔旺什么关系？你是怎么拿到产品版权的？你在乎的是我怎么拿到版权的，还是在乎怎么帮他获得成功的？王思王。再这么下去的话，我肯定洗了个王思王的手里。侬喊干啥子啊？坐吧啊，侬就坐。谁呀？这么扫兴！哎呀，你妈呀！